除了战斗之外 Braun 就是这了，第一位支配之旅者诞生的地方。挺不错的大学。通过解析人偶体内的核心，我们大体掌握了一些律者的信息，只不过这些信息过于凌乱，像是某种没有规律的拼图。但经过逆向追踪，实验室定位到了疑似第一个人偶出现的地点，在新泽西州的一所大学内。宿主是一位医学教授，我们暂且用宿主这个词来代称人偶对应的人类。我们要找到他，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没错，最好能救出本人，如果失败了把人偶带回来也行。注意尽量不要破坏他的核心，我们要从中提取一些信息，而第一个支配着律者的核心尤为重要。为什么？想象一个家族的家谱，最开始总是从两个人延伸出去，最后慢慢变多，像一棵树一样。支配着律者也是如此。如果这真的是第一个人偶，那通过对比他与其他个体的差异，我们或许能在律者的诞生机制、传播规律，甚至是能力原理层面获得关键信息。当然家谱只是一个比喻，实际计算比这复杂得多，但无论如何这第一块拼图是我们必须的。我们的任务是潜入大学调查那位教授的事，最好能顺藤摸瓜找到人或人偶带回逆商。天命也在派遣女武神回收律者核心，估计世界蛇也在暗中行动，所以这第一个人偶可能已经落入他们手中了。尽管如此，还是多收集一些情报回去吧。明白。十只律者那边如何？很遗憾还是没能追踪到他的下落，但大概是因为他仍与我体内的核心有着某种联系，我时不时能看到一些细碎的片段。片段？类似于共通的视觉或是感官之类的吗？没错，但都是一闪而过。你在担心他吗？他虽然是律者，但本性不坏，如果一直放任他独自游荡，我很担心崩坏一直会再次盯上他。那能试着用核心的力量找到他吗？恐怕不行。为什么？很奇怪，虽然如今核心在我体内，但十只律者的全能却由他主导，以宇都城的一片羽毛为平移，存在于这世上。这就像一场拔河，如果我想使用律者的能力，就必须把他拉向自己这边，但我现在做不到，绳子的那一头被他牢牢握在手中，任凭我如何用力都不动分毫。当然这大概也和宇都城的消散以及我的力量还没完全恢复有关。你的身体会受此影响吗？执行任务的话还是没问题的，多谢学院长关心。学院长，知道了你的过去之后，总感觉被你叫学院长怪怪的。是吗？但你确实是圣弗雷亚的学院长，我只是在陈述事实。我听说了盐湖基地的事，其他人还好吗？布罗尼亚的情况还算稳定，虽然律者力量被夺走了，但身体并无大碍。出于安全考虑，暂时让提安娜留在设施内待命，不再外出执行任务。如果支配之律者的目标是律者全能，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可惜又要委屈他待在小房间里了，明明前不久才争取到了自由活动的权利。提安娜现在应该不会在意了吧？唉，所以才令人感叹呀。换作在圣弗雷亚的时候，他早该大吵大闹了吧。以前那么调皮的一个孩子，如今也长大了。总感觉昨天他还在我面前嚷嚷着要成为 A 级女武神，要在任务中独当一面。可转眼间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又懂事又可靠。看到他的改变，怎么说呢，一方面感到高兴，但另一方面也会很心疼吧。学院长，
有时看着这样的他，会莫名想起过去的时光，会希望天真无邪的笑容能再次出现在他脸上。可惜啊，现在他笑起来也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不过这也是好事，人总是要向前的。我相信他们所选的道路，提安娜也是，布罗尼亚也是，牙医也是，当然还有你，浮华。我？你也是圣弗雷亚的一员啊。谢谢你。好了，长辈们的闲聊到此为止，开始执行任务吧。我可是专门为了混进学校才穿了这么一身的。很适合你。哎哎，走错了走错了。嗯？走错了？这个门不能通行吗？不是不是，这是大学，小学在街对面。小……哦，是这样的，保安先生，这是我妹妹，她的梦想就是考进这所大学，所以我今天特地带她来参观一下。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我朋友的女儿也和这孩子差不多大，也想考这儿。小妹妹，你以后想学什么呀？是不是想和你姐姐一个专业？我是的呀，一直听姐姐说学校里好漂亮，叔叔能让我们进去看看吗？哎呀呀，当然可以，你可要好好学习，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呀。真是个可爱的妹妹，那你们好好参观，我就不打扰了。啊，谢谢您。可恶，为什么我的身体年龄停在这么小的时候啊？真是不方便。这，反过来说，或许是件令人羡慕的事吧。气死我了，下次不这么打扮了。总之先从那位教授的办公室开始调查吧，我们偷偷溜进去。这所学校和圣弗雷亚还有些像，真想回去看看。学校里学生好少。现在放暑假，大家都回去了吧？这样啊，圣弗雷亚放暑假的时候，大家还都住在学校里的。这里就是他的办公室了。挺杂乱的，东西也都没有收拾。四处找找吧，说不定有什么线索。课程安排表，哇，这老师课还真多。贷款逾期催收函，电费催款通知书，看来他遇到了一点经济上的困难。这是一本日记。是那位教授的日记吗？从名字来看，是的。前面的日记都很正常。5月15日晴，这个月已经过了一半，可还是没有任何回应。5月17日，哎，文章又被退回了，该死，他们怎么就不懂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呢？已经被第七家医学杂志推稿了。好吧，看来到此为止了，没有人理解这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课题。嗯，他似乎积累了很多负面情绪。没戏了，这个月也没有任何进展，钱也都拿去还了贷款。昨晚，我梦见了一座剧场。来了。剧场非常大，像是哥特式建筑。令我想起电影中的维多利亚时代，但里面却空无一人，仿佛是专门为我而造的。可我隐约听到一个声音，说我属于这里，大家都属于这里。大家？是啊，是啊，一个人的声音很小，一个人的声音很弱，我们需要更多的同伴，更多的声音。等等，我在写些什么？哎，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
我又梦到了那座剧场，一双手推着我走上舞台中央，我在上面唱啊跳啊，有人在为我鼓掌，声音像两块木头在碰撞。我觉得自己应该约一下心理医生了，真奇怪，我竟然在期待梦见那座剧场。我昨天好像睡了一整天，没有任何记忆，但醒来的时候面前却坐着一个木头做的我。这个我就是人偶，他的身高和我一样，坐姿和我一样，连长相都和我一样。哦，我明白了，那座剧场才是我的归处，他在等我过去，这是他送给我的礼物，我在现实中的替身。欢迎来到支配剧场，梦里有人对我这么说。不对，等等，那好像是我的声音，是我在对自己说话。唱，解剖，手术，解剖，支配，啊，支配，解剖。纸张已经被涂得看不清了。梦中的声音，支配剧场，还有神秘的人偶，每个受害者都有类似的经历。现实中的人偶诞生后，他们就会变得精神失常、昏迷，甚至失踪，而人偶则会开始扮演他们，冒充他们作案。而支配剧场就是他们的大本营。根据布罗尼亚和希尔提供的情报，那座剧场似乎是一片异空间，人偶们能自由出入剧场，或许还能拒绝别人进入。可惜日记里没有更多线索了，都是一些已知的情报。想来也是，不然他不会还留在这里。我们去职工宿舍看看吧，另外我也想找安保人员问问教授失踪当天的细节。行，那我去宿舍。浮华，你去和那个保安聊聊吧，我去的话又得被当成小孩子了。我记得保卫处在这个方向。同学，你找我有事吗？同学，我看你体内似乎有个异物啊。人偶，不如让我帮你。同学，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我明明是感受到了绿者核心的气息才专门出诊的，但你这怎么像血栓？也不对，结节也不是。你用不了自己的力量，你是个假的绿者。你不需要知道。哎，一个两个都是这样，哪里不舒服都藏着掖着，这怎么能治得好病吗？放轻松，好好配合我，我会治好你的。还是先治治你自己吧。哎，这年头年轻人越来越不听话了，还是得遵医嘱啊，同学。秀才斗不过兵，走了走了。给我站住！别想跑！神之剑，有意思。不过，比起这种死去的核心，还是活着的更好一点。毕竟，解剖尸体是法医们干的事。你们究竟有什么目的？目的？
这位小同学，医学的最终目的，你说是什么？当然是人类的进化呀！还不明白吗？崩坏才不是疾病，而是一种抗体，是人类种族的良药。学院长，问他大概也是没用的。哎，这就不想听了。好啊，那你就动手吧。什么？我不过是一具躯壳，就和之前还是人类时的我一样。我的意志，我的精神，早已融入了同伴之中，融入了支配剧场。只要还有一个我活着，那我便不会死去。看着吧，我们无处不在，我们才是人类最理想的姿态，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你们就尽管试试看吧。这应该就是那位教授的人偶，我避开了核心，把他带回去交给博士吧。嗯，但有些奇怪。你也这么觉得？总感觉他顺利了，顺利的让人不舒服。他们毫不在乎同伴和自己的牺牲，简直像真的木偶一样。还是尽快同大家会合吧。为您效命，舰长。Bronya。Radio Weapon。今天把大家叫来，是为了同步绿者核心的解析进度，并以此制定下一步战略。那么爱因斯坦博士，特斯拉博士，感谢福华与德丽莎带回的人偶，之前的猜想得到了证实。用一个容易理解的说法来总结，人偶们就类似于一个相互连接的网络，而支配剧场就是他们共同的服务器。人偶彼此之间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信息共享，这是他们情报的主要来源，但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有某个人偶特别不合群，他可以选择不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信息。现在还不清楚人偶内部究竟是什么状态。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网络。就是你之前提到的逆向追踪？没错，通过逆生目前持有的几十组核心样本，实验室已经能够对人偶的残余数量和活动位置进行较为准确的推测。这也代表现在不再是敌暗我明的状态了。我们已经用这个方法侦查并消灭了十余个潜藏在人群中的人偶，掌握敌人的位置和数量信息之后，就能以此来制定反击计划。这听起来是个好消息。人偶的作战能力很弱，只要能把他们拉进正面战场，我们有很多办法取胜。但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什么问题？人偶的行动停止了。停止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停了，不干了，不搞破坏了。是察觉到信息泄露了吗？这或许是一方面的原因，但有另一件事让我更在意。人偶的数量恰好停在了500这个点，刚好是千人的一半。没错，两天前监测中的人偶数量从501跌到了500，从那时开始，所有的活动反应都毫无征兆地消失了。整整两天，人偶都没再出现过。就像他们突然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或者是他们的计划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迄今为止捣的乱已经够全世界混乱一阵子了，破坏倒是其次，最麻烦的是连带产生的群体失信与猜疑链。人与人之间正在变得越来越难以信任。这不，连我都在外面被关了半个月。现状对我们不利，必须反客为主。如果继续沿用以前的方法，在人偶出现时赶往事发地点是行不通的。
这样不行。所以最好的方法是主动出击，将他们聚集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一网打尽。情况如何？雷达范围内未见异常。收到，我们随时待命。至北极的行程已经过半，欲速则不达，敌人也明白这个道理。哈，他们来了，船尾方向有多个飞行物正在高速接近，准备作战。船尾是我们所在的区域。你们都这么邀请了，我们怎么可能失约呢？这不是被抢了摩托的小姑娘和那个抗拒治疗的患者吗？多个地方反应，即将在甲板遭遇。甲板，希儿，有敌人往你那边去了。我知道，罗尼亚姐姐，放心吧。罗萨利亚和莉莉亚就拜托你了，没问题。哟，好久不见了，黑白小公主，正是带孩子出来散步呢。结束了吗？船尾部分也清理完毕。啊，雷达上显示的这些敌人都还在啊。哎，他们进到船身里了。状态如何，提亚娜？没问题，许院长。哎，真沉得住气啊，换作以前你恐怕早冲出去了。还真是，不过这毕竟是我自己提出来的计划，总得好好执行到最后呀。什么声音？人偶已经进到这里来了。是通风管。哎呀，可怜可怜，被大家当作诱饵的可怜孩子。你们这不是上钩了吗？只要鱼把饵料吃光，那就不叫上钩。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人还没十字架大的小学生也敢挡我们的路。舰船的发电系统，他们的目标是提亚娜周围的屏障。什么？屏障消失了？开始执行 B 计划。提亚娜，记住，只要你不使用空军，通讯被干扰了。我都快要说烦了，但为了你就再说一次吧。 Kiana Kiana， 欢迎来到支配剧场。鱼饵沉到鱼肚子里来喽。这就是博罗尼亚所说的支配剧场。大家快来看呀，这
这就是宁商送给我们的礼物。不如我们再开个会，商量下怎么处理这姑娘吧，像他们拆开我们同伴一样把她拆了，绑起来一点点研究。这里太狭窄了，得先找个开阔的地方。哎，你别跑呀，处置你的方法我们还没定呢。我们一样能拿走你的核心，再坚持一会儿。审判的时刻到了，到了，就是这儿。怎么？是想挑一个风水好点的坟墓吗？是啊，为你们选的，喜欢吗？啊！哎呀，你真可爱，哪里都变了，偏偏那个不灵光的脑袋没有变。你再好好看看，我们的人数和你的人数。哦，我差点忘了，你从前算数就不好，怪不得数不过来。好吧好吧，难得你选了这么一个开阔的舞台，那就让我们好好给你上一堂数学课吧。机会只有一次，我必须控制自己的力量。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放弃控制绿者的力量，或是倾尽全力来夺取。当然，在后者的过程中，还会出现第三种情况。人偶会将 Kiana 拖入支配剧场，用持久战逼迫他使用全能。而且，他们将其他人隔绝在剧场外。Kiana会和我们彻底分离。没错，但反过来说，这却也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什么机会？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我会用控制绿者的力量把修伯利安带进支配剧场。传送？这能做到吗？理论上的确具有可行性。通过学习太虚剑气，提安娜已经具备了精准操作绿者全能的基础。在之前的十只绿者事件中，她也使用过完整的空间能力，并以此救出了浮华。但是，不是说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提安娜从来没有传送过修伯利安这么大的物体。退一步说，就算不考虑传送对象的大小，如何精准地在支配剧场内定位到外界的修伯利安也是一个大难题。但这不是不可能，对吧？定位精确的经纬，发射特定的信号，或是在我身上装一个追踪器，类似的办法，博士们应该能想到更多。这是一场赌博，但或许是一场值得的赌局。在同支配之律者的战斗中，我们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还可能让他们逃回自己的剧场。相对的，我们却没有能主动进入剧场的方法。根据学院长收集到的情报，只要还有一个人偶活着，
战局对我们依旧是不利的，所以如今能够直捣敌人大本营的方法或许只有这个了。等一下，提安娜不是应该避免使用绿哲力量吗？而且普通人进入剧场后会不会出现和普罗尼亚姐姐一样的侵蚀反应？使用绿者力量之后，全能就会被夺走，这个结论本身没错，但也需要符合一定条件。首先需要人偶和对象有近距离接触，其次绿者全能需要作用于人偶本身或使其衍生物，所以他们才会在战斗中和你保持一段不远的距离，并且希望你用绿者的力量攻击他或是他的傀儡。当然我们也不确定在剧场里开个洞究竟算不算作用在了衍生物上，至于侵蚀那方面的问题，我已经在想办法了，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装置隔断，作战开始前应该都能搞定。这个计划伴随着很多不确定性，但它带来的回报也与风险相符，当然计划实施与否还是需要在座各位共同决定。我准备好了。什么？怎么可能？提安娜，听得到吗？收到，通讯恢复了。太棒了，修伯利安，开始空投支援机甲。看好了，这可是我为你们这群人偶特别定制的。哼，有本事黑一个试试看。成功了，担心死我了。天哪，我们这就来支援。哼，一群没礼貌的家伙，你们不知道演出时观众是不能上台的吗？擅自闯入的后果让你们见识一下吧。我倒要叫你看看谁才是今天的主角。修伯利安，开炮。请拿出来吧。这个怎么样？我老娘的专利你们也敢偷？啊，坏了，出故障了吧？这高科技也是你们能偷的？做梦吧。为止了，支配着绿者。Bronia， 你不是数学很好吗？要不再好好数数，看看自己还有胜算吗？结束，你们已经输了。不，我们会拼尽所有，让你成为我们的一员的，提安娜。啊，提安娜，小心！剧场中的500个人偶全都涌向你那边了。人海战术吗？
他们已经孤注一掷了。到此为止了。你还在笑什么？没看到只剩你一个人了吗？是啊，是啊，又是这样，又只有我一个人，和天穹室那时一模一样。天穹室，提亚娜，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消灭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就好像我们是没有感情的怪物。你好好想想吧，提亚娜，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明明也有信念，也有意志，也有同伴，而你为了那些浑浑噩噩无药可救的人类，就如此轻易地杀死我们，这值得吗？你说完了吗？好好想想吧，提亚娜，好好想想。结束了。成功了，剩余500个人偶的反应全部消失了，做得好！天哪，你还好吗？还好，就是突然有些累。空间开始崩坏了，支配巨城或许会在不久后消失。各位辛苦。好吧，天哪，我扶着你。谢谢你，布罗年。终于回来了。等一下，甲板上这一地的都是什么玩意儿？是人偶被消灭后留下的残骸，还有他们的核心。整整500个？不出意外的话，确实如此。我的天哪，这收拾起来可是个体力活。回收工作就交给逆商吧，大家今天辛苦了。对了，鸡窝头，今天是谁值日来着？是你，特斯拉博士。啊？什么？
博士，你找我吗？请坐吧。天哪，身体好些了吗？啊，希尔也在啊，谢谢关心，已经没事了。体检也显示你的身体没有异常，最近胃口怎么样？挺好的，一天四顿正常吃，训练日还能再加个汉堡，大概是事件解决了，吃起饭来都香了不少。现在大家每天都和提安娜一起吃饭呢，人偶事件告一段落，让大家都松了口气。提安娜的精彩表现，所有人也都有目共睹，基地里和提安娜搭话的人越来越多了。结果被食堂阿姨训了一顿，让我以后早些去，说大家都在等我，刚出锅的菜都凉了。哎，博士，支配之旅者的情况如何？核心已经全部回收了，两周以来全球再没有出现任何支配之旅者的反应。那就好。逆商也和天命以及部分国家同步了作战结果，虽然还不能说危机彻底解除，但事情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只是受人偶事件影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需要时间去修复，一些重大创伤恐怕也难以愈合，还是有很多事要做。但多亏了你，提亚娜，我们取得了一场漂亮的胜利。不，都是大家的功劳。我知道你会这么说，有任何感想，留到晚上再发言吧。晚上？忘记了。我把你和希尔叫来的原因。啊，是逆商成立60周年的晚宴啦。虽然3号已经过去很久了，但爱因斯坦博士觉得还是有必要补办一场。我们上次不是还一起出去买东西了吗？现在终于可以把它们拿出来布置了。啊，对哦，总感觉是很久以前的事了。60周年，也就是第61个成立日。逆商也已经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了呀。是啊，这段时间发生了许多事，还好现在都解决了。借今晚这个机会，大家都好好放松一下吧，说不定还能看到特斯拉博士上台表演节目呢。嗯，特斯拉博士会吗？通常是不会的，不过要是我偷偷往他的咖啡里掺点酒的话，结果可就不一定了。那我可要好好期待一下了。大家知道，逆商这个组织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对内外交困的种种局面。在1976年，我们庆祝第20个成立日的时候，我向组织的创始人普朗克教授问了这样一个问题：逆商的未来究竟在哪里？那时候受制于天命的围堵，我们无法在美国之外立足，对月光王座的研究也迟迟不能获得进展，所以我当时认为这些内外条件的限制极大地制约了组织的发展。不过教授并不这样看，我们每个人都是逆商的未来。他指着自己的心脏说道：我们冷静地与天命周旋，天命就无机可乘，我们沉下心来做好建设，逆商就会一步步强大。而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感受到世界的美好，人类就必定能战胜崩坏。我想这就是我们逆商最根本的一种精神。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逆商的第61个成立日，明天还有更艰苦的任务等待着每个人去完成。各位，为了逆商的精神，我们在此干杯。干杯。我也到处去看看吧。爱因斯坦博士。你好，提安娜，玩得还开心吗？还不错。特斯拉博士呢？不是还要表演节目吗？我在他咖啡里加料的时候没控制好量，他应该会一觉睡到天亮的吧。博士，
瓦尔特先生。你好 Kiana。 刚才的演讲真棒。即兴发挥而已，但也正因如此，那些都是肺腑之言。我衷心希望逆商的理想能够实现，这过程中自然少不了你们的付出。正如教授所说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逆商的未来。嗯，我会记住的。刚才布置的时候辛苦你了，多亏了你才把这里装饰得这么漂亮。大家喜欢就好。孩子们玩得还开心吗？嗯，还记得我们上次去买的气球吗？他们可喜欢了。哦，我记得，店主还给了你折扣呢。有机会再一起出去玩吧。好呀。Bronya， 你在这儿呢。天哪，不趁着宴会多吃点吗？刚才布置时就已经偷吃过了。不愧是你。我还以为你不喜欢人多的场合。偶尔这样热闹一次也不错，让布罗尼亚想起了在圣弗雷亚的日子。嗯，我也是。嘿，班长。嗨，天哪，难得见你这种打扮。毕竟是宴会，也算是一种礼仪。但总觉得你有些拘谨。倒也不是，我只是不太习惯这样的场面，而且我还是有些担心时之律者。这么说来的确。老实说，我还挺希望他能参加这个宴会的。为什么？如果能感受到这种集体的氛围，他或许会做出不一样的决定吧。学院长。啊，提安娜，宴会怎么样？除了不供应苦瓜汁，以及几个不认识的人把我当成了小孩子之外，都挺好的。唉。宴会还没结束，但不知怎么总有些困，怎么办呢？还是回房间睡觉吧，看来今天能做个好梦呢。睡觉睡觉。这么晚了，谁啊？嗨，天哪。Bronya，你怎么来了？怎么了？果然还是不喜欢人多的地方。还好吧。天哪呢？我倒觉得挺不错的，不过还是在圣弗雷亚的时候更开心一点啦。啊，我不是说这里置办的不好，只是那里有我所有最美好的记忆。Bronya 也接触过那些人偶，对吧？没错， Bronya 遇到的那个宿主是个主持人。哇，那他话一定很多吧？是啊，和脱口秀一样。一定很烦人。天哪，是在意最后一个人偶说的话吗？被发现了吗？多多少少吧。他们不是人类，只是些扭曲的人格罢了。我知道，我只是在想，换作是我，我会成为一个人偶吗？如果没有被老爸救走，没有遇到牙医和 Bronya， 没有被德丽莎收留，没有遇到大家，那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这么想来，我一直都在接受别人的善意。那些人偶都经历过失败，甚至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孤立无援，
逐渐失去希望，向内心的黑暗屈服了。我能理解，但我不认为那是正确的。失败不代表应该放弃，痛苦不代表应该屈服。当然，我不敢说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我是否还能坚定自己的方向。我只是觉得，在险恶的绝境中也会有美好存在。或许，下一次就该轮到我去帮助另一个人了。从天穹市到太虚山，再到这次作战，你已经帮助过许多人了。所以放心吧，天哪。有朝一日，我们能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感受到世界的美好。这句话是瓦尔特先生说的，你这就拿来用了？准确来说，是普朗克教授说的，但布朗尼亚觉得他说得很好。嗯，是啊，说得真不错。谢谢你，布朗尼亚，和你说说这些，心情都畅快了不少。嗯，那就好。早点睡吧，提安娜。虽说今天有晚宴，但明天还是要照常训练的。嗯，晚安，布朗尼亚。晚安，提安娜。雅一，姬子老师，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回来的。